作为阿富汗近邻，中国始终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，始终坚持不干涉阿富汗内政，始终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。根据阿富汗人民当前需要，我们将向阿富汗首批捐赠300万剂疫苗，还将向阿紧急提供价值2亿元人民币的粮食、物资、疫苗和药品。待安全等条件具备后，中方愿帮助阿富汗建设民生项目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与经济发展。